南投县水沙连沙溪太好，国新粉糕就托国新沙，今年是用米色韩国萝卜做主题，拜访的乡土28间的米色店家，韩国24间的萝卜的，也到沙溪太好的好人，是同一等调查到位图文资料，适合出来出书，今年是期盼的新书发表会，地方的乡亲就希望，一本书将来会是银行去拜访国新的指南。文章会出现在一本书里面哈，啊，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行土国先生好员工今年参加提出了青岛的主题，青米好员用头配位献出了萝卜韩国米食做主题，两个提案人就亲身忙去安排采访的事情。虽然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蹊跷的事情，不过好员还是亲身忙去打拼，为一本书做得顺利的出版。餐厅小吃，然后我们就筛选啦，筛选出比较好的店家，有30家，但是我们写出来这一本书是28家。写每一篇的老屋，其实是由我们心里都已经知道它的所有的故事以后有了感动，然后再把它书写。虽然不是全面性的记录，但是至少是国信乡有史以来最完整的一本美食指南，也是一本老屋的一个记录的一本书籍。因多年来行土国先生的好言，在潘朝先生的带领下，到今年已经出了五本书的，不但将表现的沙溪太好获得成功，同时也是顽皮地方的最好表现。希望用书的收割，会让咱多人认识国新乡的美食，韩国这样讲的风景。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，跟我们整个社区的连结的互动，除了学习外，它更带动了我们整个社区的一个服务跟社区回馈的一个部分哦。有他们行来来都了哈。会更加充实吼，买来都买物件咧，感觉讲来都了蔬菜了吼，又好食又有好料，买较加带件咧来了了。一本讲面食同萝卜的书，内容有国新乡地图、28间的面食、韩国24间的萝卜、大鹏两个提案的方言，带点三言一类一类去拜访，同时整理写作文章，按你国新乡客家文化特色，就值得留下珍贵的记录。客家新闻李凤琪，南投国新报道。